展出是三幅作品，然后我们以写实风格为基础。那我们这一次的风格每一材题材上面，我们挑了比较东方文化的题材比较多。啊，我们常常在办这种画展的时候，我们的作品都常被人家误认为摄影展。我希望大家可以有空来看看，大家一起来交流。我们对艺术其实都有憧憬，每个人对艺术都有憧憬，都有梦想。希望我们这次在情人节开展，那我们就相约在鹿港，邂逅在鹿港，我们来鹿港跟艺术来一场浪漫，就是以肉眼的真实为主，看起来就是要是真实的物品，而并非属于抽象那种比较虚幻的、比较虚的。我们以实在的实为最主要的目的，然后我们也要让人家看到，其实这就是我们现代的一些艺术的技法展现出来的一些比较好的，应该说比较严苛的一种表现。